假如定妆产品有宫斗吧。小鼠快看，是主人。主人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。奴婢听说入夏之后，主人连可行的定妆产品都没有。现在没有，并不代表以后没有。以后若是有，我希望那个产品是我。主人出门之后，大汗早已淋漓。臣妾有几个轻薄混合的散粉，主人看看是否有可疑之人选。那瓶刚刚碎牌，钱包伤心落病，我哪有心思？都是平价新品，还请主人一观。我还能再撑会儿，改日再看吧。是臣妾快撑不住了，也好吧。刘妃娘娘吉祥，本宫奉旨的脸上抛光。让开，皇后娘娘事先有吩咐，让金格尔、定妆的嫔妃都用力点，所以说轮到娘娘上场，还得等会儿。包装倒是好看，科技感十足，是费了一番心思。粉质细腻却不飞粉，轻轻一抹就能化开，这一试十分难能可贵。它不光轻薄贴肤，而且按压一秒肉胶磨皮，还可以隐形毛孔。主人瞧瞧这肉胶妆效，叠加多少层都不会卡粉。什么玩意？散粉肉如丝，何不早入怀？快给主人看看你的真容。臣妾卡斯拉黑色散粉，参见主人。你之前不是黑盖吗？怎么成银盖了？臣妾早已升级控油版，如今已有10倍控油力，只需油不洗妆，24小时持妆不拔干。果真更胜从前。主人，尤妃娘娘求见，她已等候多时。往常这个时候，尤妃已经在抛光了，主人是否放她上来？不必了，喜欢等就让她等着，看她能等多久。娘娘，奴婢来传主人口谕，差不多该卸妆。今儿没娘娘什么事儿了？你没事吧？她哪次化妆出门少过我？我们的腻歪超乎你的想象。腻是挺腻，幸好慈贵人来了，不然鬼鬼彩妆宴上都有名。